接着来看山海气象。屏东的狮子牡丹满洲高温来到33度，有10到3成的降雨机会。而太武来意春日则是21度到35度，最高有70%的降雨机会。而三地门乌台马家则是18度到34度，有7到8成的降雨机会。而高雄的原乡地区最低温13度，在桃园高温来到33度，有8成的降雨机会。而嘉义的阿里山地区则是13度到31度。而南投的原乡地区最低温12度，在仁爱高温则是31度。而台中的和平地区则是15度到30度，有70%的降雨机会。而苗栗的原乡地区则是20度到31度。而新竹的关西尖石五峰最低温16度，高温32度，最少有50%的降雨机会。而新北乌来桃园复兴则是19度到32度，有7到8成的降雨机会。而宜兰的原乡地区则是20度到34度。再看到花莲的新城、花莲市吉安则是26度到32度。秀林、万荣则是19度到33度。而寿丰、丰滨则是23度到34度。凤林、光复、瑞穗则是24度到33度。而卓溪、玉里、富里最低温12度，高温来到35度。而台东的长滨、成功、东河最高温来到36度。池上、关山、海端、延平最低温14度，高温来到33度。而鹿野、台东市卑南则是22度到34度。而太麻里、大武、金峰、达人则是20度到34度。兰屿地区则是25度到32度。再看到外岛的连江、金门、澎湖高温来到33度。